嗨，我是 Melody Via Sweat 的创办人兼设计总监。我觉得现在很流行，结合运动跟 fashion 这一块，像今天我们就直接穿运动内衣，那外面可能就加一个西装外套，或是再加一个那种皮的一个 leather jacket， 然后整个就好像很帅气，或很有一点 rocker 的感觉。我觉得挑选适合自己的运动内衣前，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要先了解说你要穿这件运动内衣要去做什么样的运动。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先去下围这边的松紧度，因为如果太松的话，它可能就是会你手举起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整个会往上起。那如果太紧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呼吸，所以这样也不 OK。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要看肩带这边的也是松紧度。那我觉得最后就是要看前面胸部的包覆性。我常常穿运动内衣的，我发现说很多次我运动完，然后整个就很黏很热，然后可能运动内衣不方便穿脱。所以那时候我设计运动内衣的时候，我就设计前开式的拉链，它整个是可以往前面这样子拉下来，非常好穿脱啦。我觉得穿运动内衣是一种态度啦，因为它会让我感觉到很 powerful， 像 nothing can stop me， 然后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不怕脏，不怕流汗，让其他人看你，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很爱自己，然后很会照顾自己，然后也很在乎自己的健康。